叫苏年。你就是文化课考第一那个。不太清楚。不用考太好，要不人家老问我教你方法。用善良挥进世界。郑宁阿姨说你的成绩是从五年级开始突然变好了，说是受了什么刺激。哎，你受了什么刺激啊？你给我讲讲。这素年的卷子竟然没考及格。竟然能考不及格，以后不叫你素年哥了，以后你叫我哥哥吧。不行，我才是小雪的哥哥，成绩好的才能当我哥哥。你说喜欢这东西有什么具体表现？想见他。前几天不见是想小雪啦。想靠近。让他的眼里只有你。我知道你忙，但起码让我联系得上你。苏年哥，你找我有事啊？苏年哥，苏年哥，你怎么发现这儿的呀？苏年哥，我怕你笑话我。买去了，放心吧，回家。苏年哥，苏年哥，苏年哥，你有意思。苏年哥，苏年哥，不愧是我的男主角。苏年哥好像什么都能想到。苏年哥，原来都是苏年哥，你学画学了那么久，我都没有看过你画，你给我看看呗。我给你看一下。苏年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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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苏年哥。